这个洞阳里，去攀枝花是近年休憩的登山健身步道走走，看看攀城脉络。攀枝花由1964三线建设及时借机反坦磁铁矿而兴起，属于重工业城市，相对而言人居和基础经过多年努力已改善不少，尤其近年阳光配上蓝天，还了1000米海拔小高原本色。很明显，由于处于川西云贵附近，这里也具有山城特点。麻烦我一下，姐姐，那边有咸不倒啊，挡残的呀。好，来，请进吧。好的。登山健步道画山段的开始，不要嫌弃，比起早年的纯山野已经方便很多了。从不毛之地到绿树成荫，对攀枝花人来说经历了几代人的改良。虽然因为矿物等原因攀石山地树木难长，但远古恐龙时代的各种植物倒反而化石活着不少品种，比如眼前林间地下一丛丛的剑麻，就是小时候跑山的小惊险。200-300米。剑麻又名龙舌兰，这么叫是不是瞬间换了个高大上的感觉？记得门外问路时，女子讲要想快可以爬山路，而慢慢的规矩路自然也有它的好处。初级侠，方通人，负一梯上，小小豁然开朗。攀枝花现在也不是能出现醉人的那种天蓝了，因为登高方出，所以视野一般，这儿就简单浏览。实际上因为天色、器械、路线等超出简单预想，本篇见步行光影是集合了出发三次的情形。登山开始，路边开出一朵红，花开堪折直须折，篇尾我们会解密，它不只是艳，而不毛之地的细节和宏观我们也将看到。另一方面，多年的投入攀城，四季有花也非虚言。当然不要有简单的错觉，早年建设者遇险熊虎野兽的事件时有发生，直到攀枝花万吨级炸药起矿，野宝宝们才遁入深渊。水泥路梯来到一个岔口，向左还是往右，如同人生时时面临选择。所以啦，有了再次登山，我们可以同频部分分看一二。由于靠左方也是临江的一边，所以一天选择的左实践景致小有特别，二天走的是长路。我们可以看到道侧的宝坎，这是山城特色，它有石块和水泥混砌，有时一些艰难地段成本甚至接近建筑。前方是凤凰树，其实花和叶都仪态优美，它已成攀城记忆一部分，但由于反复的一种虫病，城区多数已经换掉。梧桐引得凤凰来，左上的是我们历来称作梧桐的一种树，它明显和法国梧桐不一样，枝干整体泛青偏软，但在恶劣的边坡都能生长。对于小孩最有用的功能是它能轻撕开叶茎，用精皮叶杆形成的框框，
里面溢出的树叶能吹出泡泡。我们可以看到右侧二天的路上关于国家登山健身步道总决赛的红丝带。总体这条沿山道也还收拾得干净利落。二天区域现在是攀城夜色，可以看到灯光度。这里主要是江北攀钢厂区及东侧家属社区。晚上7至8点渡口桥头，15度，略微清静，但俩位做直播的姐姐还是蛮精神。是的，登山锻炼，勿忘防火。空山独行，马上会遇上一位自在的朋友。这些应该是某些搭了凉棚、做了好事又行善寄往佛陀的人士吧？有佛拜一拜，没差。沿义阳长道上至一条土路大道，也是地图和平常视野中明显的山巅缺口区域所在。看右侧沿山体巨大的挖机痕迹，事后分析，这条应该是为后面我们将看到的山顶等休息开挖的大型便道。其实当天阳光与通透性都不错，可惜飞来状况，只能顺其自然。没关系，我们不是有二天吗？当然，这片区域的角度面向江北还是不错的。注意安全也没差。好吧。现在是小小是脚挡时间。正对面江北是攀枝花核心厂区，也是通常攀枝花的地图标定点。右侧及东侧是市区。厂区的在北，视线最前远方是大黑山森林公园，海拔最高2900。金沙江西了夕阳下。再回转是南方仁和区昆明方向，也可以认为是大海的方向。再往上穿行，走回正道，合二为一。天长地背的绿化工人们是新的一批改荒者，也会加重一些新的品种，丰富山丘上的植被。顶部还有抽水房，在中国西部，运水的代价不小，缺水也会十里不通天，极大影响生态甚至人文。这个亭在中东南部算是个综合高点。骨骼清奇，但树木常年较高，视线一般。好吧，又吉霞才通人，你八者折腰。玩笑，有就不错了，自然知趣。正道有人烟，开玩笑，那个妹子怎么不骑神兽，道都背着狗宝。其实规划中攀石山巅登山道有三大条，几十到数百公里。这种树枝叶随风柔和，据说叫台湾相思。你瞧这个前后，叫登山也不虚吧。吃点东西，在树下躺会儿，看天看也摇曳。正在拍景时，身后来了位帅气的老哥，大方的招呼。成就一段机缘，留存关于老攀枝花人深度的建立观点。
老哥今年60几，面相年轻很多。少卿壮年在潘氏，变动回川内地，以退休县包括潘志化俩地都有房落脚。就是范德基，那是出了名的，对，都公认的，他是占全世界的总量都比例都比较大。当然不是弱势切色，但是都是很恐怖的。然后越是靠海，你边上啊越发展城市发展越快。对。但是如果是从我们这个四川主要是在成都县，人口啊，人口资源。完全在成都。成都现在人家就是专门对比了一下啊，包括西安，包括有很多省会，甚至于北京、上海，北京、上海都有点流出了，但成都稍微把省内很多吸了哈。走，凶大得很。就是说潘厝哈，也走了很多人是吧？起码潘厝花，我想我的朋友，有人家那些退休的，我在潘厝花，我是很有生意会，我读了几个学校。有很多学同学哈。同学多得很，只有我读过当个知青。啊，读过书。是。你那边啊，等走回去到城里的，对吧？并不是他们愿意，但是是出无奈，对，就是跟儿女，你传统就中国人那个传统就是带儿女生孙儿啊那些带。我们宜宾的话，按说我们宜宾的话发展也很迅猛，很快的，四川省的也是很不错的。对。但是都不很留不住。像我的儿和我的女儿都在成都，现在潘厝花一不小心还是有蓝天了。但是阴天吧的时候就感觉很舒服，对，空气很好，对，比外地，就是空气啊，人家毕竟是拍戏高原，对，等于它那个空气流动啊力度比较大，比较顺畅。它没有呼吸起来那个空气很甜。你的意思说比起就是，肯定肯定是比起内地就是比四川省，比四川坝这边还是好一些哈。肯定是。那种的，因为呼吸气很甜，海拔还是有1000左右，还要高一些。为什么内地嘛就是要2-3倍？对对对。所以说，那你老伴儿没一起回来玩？在啊，他肯定是没得我的体力好嘛，肯定爬山就可能差。对，其实他过来的目的就是这个攀爬最好的就是晒太阳，对风湿性的啊，对关节性的磨损那些，对内地冷得很，痛，阴冷阴痛。啊，他这个地方你要是个。你要是待在一个地方的话，通通透透的哈，就没得了。对对对，这个气候，这个是治疗风湿性关节炎那些，我有好多朋友那些，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内地那个12月份了，1月份了，那个一不是靠火，你其他的起不了作用，而且还阴天，还下雨是吧？对，那个就感觉到没能够看看，但是外地啊，就是30月份好走。我们这和你也可以一样。我们是对那个方氏的潘二代，对，我们对这个地方有深厚的感情，对，哪怕呢你再咋个，从这儿的第二故乡了，从零开始哈，生，对，他养育了我，这个地方很不错。对，当然你们的故事比我要长要厚一层，因为你们开发也是有段时间也在这里面干了事情。不，我们在这儿读书，11、12岁就在这儿来的。啊，11、12岁转过来的哈，就是肯定居家就对，就是潘二代，所以。对我们明显的，说的一带一路，其实早期的这个成昆县养育了起码把四川人，就是西昌啊这一沿线都带动了，完全是分的礼仪啊那些。当然也是潘岗他自己能出产，他能出产东西他就有效益。对，要是你没有效益，就是铁路修通也不行。对，当时还可能是潘子花主要是国家一重视啊那些，还是国防工业还是。备战备荒那种思维，现在也还是要有这种思维，只是说成都不一样。但现在呢，我倒不怕这儿说，我这儿说，中国这个情况不一样。在山地行走其实是比较轻松的。黄岩以为这小叶出果是精神的凤凰，何时是种叫银河欢的东东？又是一个选择题，后来证明分段的接受，那么还是 live。这里面其实有几个还比较有集中度的视角点，这个突出的山梁有点神奇的拉拢了丙三区攀枝花学院，和城市地面蜿蜒的心理感觉完全不一样。又见登山植物人，辛苦辛苦。当然这里的丙区以及后面山梁右侧的仁和区都是市区。市区的道路、绿植、设施自然要现代些。山城必定有时，时尚还隐约有堪。
石壁上垂的是小时候胡乱嚼过的所谓酸角。来来来，走过路过，略微了解下。篇幅所限，此不后边节略。爱运动的人精神一般也不差，和这位老哥聊天也蛮有收获。晚上咖啡有在那个房间吗？上的呢嘛，就是一桌点题上去。灯光上去以后都是后就可以了。回到城市，下一城的起点海德堡登山电梯。这既是山城特色，你以为这是巨大的几层停车场，其实是上面社区的地坎之下。正好借着一位热心小哥和他小子的领路去最合适的公车站，我们体会下攀枝化的山城特色超三 D 形态。越简单越快乐，儿童小神仙就是这样屁颠。哎，好事哈，还神恐呢，还神恐呢，好死好死。这样的地形和人工，保证朋友们很快会放弃地平线和一楼等的简单定位。走吧，走。这小子是个开心果，飞跑同时学着小姐姐。可以的。来，其实你不要想，汪汉表他是，当天有小事啊。好，你是可以到处走走哈。从海德堡，走到城市之间，你刚才说要过半小时了。山上。在这样的楼群中，特别还有暗藏的电梯，简单导航已经是零。所以遇上热心小哥常走半一程，也是小有福气。攀枝化的就是山上的景点。晚上咖啡打不打？你看小朋友的飞车经常提起和落地。应当是很强。不了解的人以为这一行是去写字楼，其实它又是个落地电梯。你都有一点重庆山城的状态。就问这样的超三 D 场景，是不是要能熟悉飞行才好？好了，最后揭秘一下红花的彩蛋，它真的有蜜。小时候我们几个经常在学校后面的花坛里采食。很深哈，还有一节哈，从海德堡再往里面，有很长节的噻。啊，一次要个半个小时，不止。就是相当于也是平起走嘛，在山上哈。从那个电梯上车之后，你走到。对，晚上咖啡走到城市之间，后来就坡坡陡陡。哦，就是在石坡哟，在山上都很陡哈。啊，往下走。好，坡坡陡陡。那就更要去看一下了。就从你往那边走。对，也是。